现在看来，让这位恢复意识，对你我都很重要。可就算是能保住他的命，也不一定能这么快就醒来，可能还要昏迷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可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要是拿不到密码，大家空着手玩命，难免情绪不高，到时候子弹不长眼，往哪儿飞可就不好说了。齐荣明，齐荣明，其实、其实如果想得到密码，不一定非要等他醒。哦，怎么又是你小子想做出头鸟啊？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也许有办法从这位昏迷的警官那儿得到密码。说来听听。在下是一名解梦师，只要七爷你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入他的梦，我就有可能得到密码。袁不清，你要做什么？七爷，您想，金库大门一开，您大赚了一笔之后，也许我们这帮人就有生路了，啊？你指望我把这帮兄弟的性命都压在你心口雌黄上吗？七爷，我只需要一次机会。大当家，这小子怕是疯了。你别跟他浪费口舌，我这就送他上路。等一下，小子，你叫什么？袁不解。干什么？就是他烧了无数的赌坊，还让江城的警局盯上了咱们的。我之前是听说有一个疯子，一个人端了无数的窝，让这个怂货躲到现在都不敢来见我。居然是你小子呀！是我。是你小子呀，之前无处无视我的禁令，私自贩卖来源不明的毒品，差点惹上白家。这笔账我早就想跟他算了，居然栽在你手里了。有意思。我听说过你的事儿，你好像会一种奇特的本领，白家小姐是你弄醒的吧？谁让我把他给杀了？杀了我你们就拿不到密码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利害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快点从这儿出去，不是吗？应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愤怒。吴楚是他的八兄弟。杜江，你真这么想要这小子的命？是。那你得堂堂正正的去抢过来啊。大当家，现在做这种事情合适吗？反正也出不去，给大家找点乐子吧。七爷，要是没有我什么事儿，我可不可以先上去了？王经理，你有急事吗？没有。看戏。杜江，别给唐帮丢人。按规矩，刀枪不可以用，用拳头解决。是，七爷。袁不解，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想赶紧打破这个僵局而已。你也看到了，如果这些人拿不到钱，指不定会干出什么铤而走险的事情。那那些物资，我不管这些物资最后落在谁的手里，这里都不是我丢掉性命的地方，也不应该是你。而且，就算我们现在有时间跟唐琪也好，你那位教官有时间吗？说完了没有？快点！
知道吗？我调查过你，是吴楚让我帮他调查，但后来他就没了音讯。你小子知道他点什么吗？不要这种言而无信的人。你说你是做什么的？解梦的。好，我给你个机会，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但我一个人入不了梦，他得陪我。你没事吧？没事。你要用这个做药引？对，这应该是他最熟悉的味道。这位霍教官完全是个非黑即白的人，你怎么会喜欢上那么无趣的人？你说什么？当我没说。这里的梦境，他现在的意识很混乱，神志不清，所以梦境会如此紊乱。我们需要先帮他找回一部分的意识。走。教官，你知道我是谁吗？好痛啊！你冷静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击垮。记住我的话，我们牢不可破，我们坚不可摧。
我们牢不可破，我们坚不可摧。 首先，我希望你们明白，进入这间警校只是一切的开始。你们选择了一条很艰难的路，在接下来两年里，我将全方位的训练你们，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智上，我要将你们打磨得如钢铁一般坚硬为止。如果你们觉得辛苦，那么这样不适合你，你们记住。 我们是树立在普通老百姓和犯罪分子之间的最后一道盾牌，我们坚不可摧，我们牢不可破，明白吗？明白。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全队加连八组。 霍教官，我觉着不公平啊！他一个女人能有多少力气？应该把她单独分一组，免得拖累了大家。陈思，你告诉我，你会拖累大家吗？教官，我保证，在这一个月之内，成为这队人里体能前三名。口气倒不行，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完不成。 你该怎么办？那我就离开警校。是有病！我让你们休息了吧？全体都有，第八组开始。霍教官，既然我们是你最后一届学生，为何你后来又回到鄂城继续当探长？你还在这干什么？你忘了你答应过我，如果一个月之内无法成为全班前三，你就要离开这里。 全体都有，准备，神进。今天的体测七项综合报告出来了，第一名，清河，90分；第二名，王小虎，90分；第三名，陈思，88分。你所见的感觉还是差一些，眼睛、缺口、准心，三点一线。 学的还是挺快的呀。记住，激发的时候吸气，激发后呼气。记住了。技术掌握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智的磨练。在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一定不能犹豫。一旦发现对方铤而走险，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这种时候就是看谁先扣动扳机。你听说了吗？ 你们可能是我带的最后一届学员了。我希望你毕业之后，作为我的部下，去鄂城警局任职。你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啊！能跟霍教官共事，是我的荣幸。毕业之后就不要叫我教官了，感觉咱们俩差着辈儿呢。我有那么老吗？没，我知道了。来。
然而毕业以后，你却来了江城，为什么？这个不重要，我们得赶快从这个梦境中出去，毕竟我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姐夫，霍教官，我离开警校后，你就回到了鄂城，这之后都发生了什么？我成功的破获了尖刀会，然后……然后你因为押运任务来到了江城，对吧？是的。我怎么会在这里？霍教官，你在银行里给金库设置了密码，我现在需要密码来保你的性命。密码是什么？密码，密码，金河。霍东，霍东，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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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光哥，吃的来了。知道了。光哥，陈姐和袁大哥会不会？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关哥，太危险了。放心吧，吃的，没事。按你说的，食物带来了。配枪也没带，把食物送进来，我就放了他。好，食物可以给你们，但我想进去看一看，我要确保我的同事和人质是否安全。你就不怕你进来了就出不去了吗？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啊，好。王经理，给这位警官让个座吧。味道还可以。老七，拿去给兄弟们。警官怎么称呼啊？关云奇。现在的年轻人都颇有些胆识，后生可畏啊。你就是唐七吧？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这是我们大当家。没事，对，我就是唐七。我们江城警局有一个探员在这儿，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他。你说的是那位小姑娘吧？她跟那个解梦的在上面呢。他们在楼上干嘛？那个解梦的想变个戏法，娱乐一下大家。他为什么在这里解梦？关警官，比起上面，你应该关心一下眼下的情况吧。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外头都是警察，
你们想跑根本跑不掉。咱们在这儿耗着，对谁都不利。等会儿我的人打进来，先不管伤亡多少，至少能够把人救出去。到时候银行里的钱保住了，你们被绑了。至于那些人质，上头最多批评我们两句。七爷，您说是吗？我看人很准的，这种事儿你干不出来。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是为钱来的，不想把命搁这儿。给我们准备两辆货车。没了。先把这件事办好再说。我想想看，我该怎么做。既然来了，吃个饭再走吧。不了，咱们道不同。好，我送送你。七爷。王经理，啊，陪我一起送这位警官一下吧。唐帮一向在荆楚一带活动，为什么这次清朝出动来到江城？江城孟都是个不错的地方，人年纪大了，就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怕不是这个原因吧？年轻人，我劝你一句，我们干成一票，逍遥快活十年，你抓我们一次，上头给你一个一文不值的奖章，这其中哪一个更值得用命去拼？你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七爷，我也不是个不识时务的人，这件事我干不好也会丢饭碗，所以七爷您放心，这种事，我们只想和平解决而已。那是最好。哎，这人上了年纪，经不起太多打打杀杀了。那我们握手为定。别跟着，别动！小子，好身手啊，差点着了你的道。职责所在，别往心里去。七爷，大当家的，七爷，你没事吧？没事儿。好兄弟一条警犬，怪我大意了。解梦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是霍东的深层梦境，有一些是他假想出来的，没有真正的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感知作为基础，所以十分混乱。银行密码对霍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按理说，这个密码应该会出现在梦境中很多地方。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既能跟他交流，又不会惊动他的梦境。
以后我们就不是叫关与学员的关系了，而是同事关系。你的警号是1987。是，长官。 最近出的话老是被查封，原来是有内奸呢。说，你为警察工作多久了？老大，我发誓，这不是我，不是我。这里的工作伤势太重了，这里现在变得很不稳定，恐怕这座城堡崩塌的时候，就是霍东他。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要过这种生活。 就算不是你，也会有别人。你救不了他的，他就是因为我们才会死的。不，他是因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才死的。我去找局长，我要让他恢复我的身份。原来霍东这几年一直在做卧底。如果这个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我们就进到这个梦境里去。 人的潜意识总是喜欢把隐藏的秘密全都放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关于银行的密码。我看够了，让他解脱了。大哥，大哥。 最近怎么总是婆婆妈妈的？走，喝酒去。快快快，马上要开了，快点啊！开了，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好牌治你啊！来，屠杀他们，双拼至尊！哎。 开出那一枪吗？我那是在救我们的命啊！一旦我们的身份暴露了，不管我们要死，我们的家人都要死。那也要约束自己，为什么要约束我自己？长官不是一直这样告诉我们吗？要想摧毁他们，就要先成为他们。可然后呢？然后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一条永远没法回头的路。霍东。 我不信你从来没有想过，干这行要比干警察快活。所以这样好不好？我准备策划干一票大的，一了百了。
只要你配合我，一旦成功了，咱们就能够远走高飞，到一个没人认识咱们的地方重新开始，你觉得怎么样？清河，你疯了。这么说你是不会配合我了？霍东啊，我一直想知道咱们俩到底谁更快。为了你，才一举将金刀会歼灭。这不是我的功劳，还有清河呢。他背叛了警队，你也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这次押运任务结束之后，我申请离开警队。我为鄂城已经做了太多事。那好吧。霍东，后面是什么？十四，这里快要崩塌了。霍东，你再想想，一九。从今天开始，你和我的关系就不是教官与学员了，你的警号，一九八七。他怎么样？还有气息，那就好，说明他是实陷入深度昏迷了。我拿到后四位密码了。你这么做，一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二啊，真出了事儿，我们还要分警力去管你。银行的人质怎么办啊？关哥，我们能等，可里面的伤员等不了了呀。问清楚了吗？问清楚了，江城日报的。让他走吧。他们怎么来了？走吧。关哥，你看。所有人都出去，关探长留下。你走，出去。我是白大帅的副官肖振，我把白家军带来了。二十分钟之后，强攻银行。二十多条人命怎么攻？你不明白那批战略物资的意义。肖副官，物资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关探长，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批准，我是在要求你配合我。七爷，七爷，咱们发了。不对呀，怎么这么多啊？走开走开，我们白家军接管了。大当家的，外边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儿。走，去看看。为什么白家军会在这儿？抢银行这种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军方来管了？哎，姐，一会儿好说，一会儿好说。王经理，金条到底什么来路？这个小子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是军饷。金库里的是从外地运至江城的白家军的军饷。里面的人听着，白家军守备团在外面，20分钟之后攻打银行，胆敢抵抗者杀无赦。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被白家军给围住了？之前情报里不是说这是商会的钱吗？前后门东西两侧围墙，随时听令，同时进攻。是。里面有人质，不能抢光。关探长，对付这种劫匪我比你有经验，当他们意识到人质并不能保他们命的时候，自然就放了。我告诉你，你这是拿20多人的性命在跟我开玩笑。关探长，你我都是在执行命令，还望体谅。唐七爷，我知道你们唐帮向来以彪悍著称，无论在哪个城市作案，当地的警方都不敢动你。可是你现在应该意识到事情的不同了。面对白家军，你们火力人手都严重不足。如果真开起火来，你们唐帮有可能会被彻底剿灭。所以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缴械投降。小姑娘，你太看清我唐七了。秦燕，把人质集中起来，告诉把守入口的兄弟们不要松懈，一旦有人冲进来，不管是警察还是兵，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关哥，如果他们真的硬闯的，那一定会血流成河，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人质，只在乎。那陈姐他们的话。哦，对了，那个刚刚被轰走的记者呢？小子，你跟我来一下，你们俩不用跟着了。其实，会喝酒不会？一点点吧。喝一杯。您这儿那么多兄弟，为什么单单找我呀？有个事儿问你，酒怎么样？不错。你不是解梦的吗？我最近常做一个梦，你帮我解解。说来听听。我梦到我的狗舍就剩下一只大大的黑狗，径直地跑到森林深处去了。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梦见黑犬是不祥之兆，但是它既没有攻击你，也没有狂吠，只是隐于山林之中，也有在纷纷扰扰中寻求解脱的意思。解脱吗？姐，我看你这帮兄弟大多训练有素，精通枪械的，他们之前受过军事训练吧？这些年军阀混战，好多好男儿都被抓了壮丁，进了军队，就为了一顿饱饭，让人指挥着像畜生一样相互厮杀，受不了了跑了的，部队打仗打散了的，我不守着他们谁守啊？其实我也曾经有过一帮兄弟，有着相似的背景。曾经，后来因为我的叔父大爷把他们都害死了。怪不得我觉得你小子有意思呢。怎么说？人各有命，生死在天，却总有像你我这样的傻子愿意把一切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富贵了大家分享，落难了一个人承担。可是这种自大早晚会把自己害死的，不是吗？然而有些事儿总得有人要去做。是啊，总有人要去做。时间到了，准备强攻。是。别停！别停！怎么回事？快点！别停了！看样子是里面人质的家属，还有很多记者。别灭了是吧？是。后退。关探长，你们警局是怎么办事的？肖副官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赶快组织你手下的人，给我把这帮人驱散了。真不好意思，这个恐怕很难做到。我刚刚已经听从了你的安排，把所有的警力安排到了江城各出城要道。关探长，你这是在玩火自焚。你好好给我看看周围的每一个人，死一个，一整个家庭就覆灭了。你真的能这么麻木不仁吗？好，那关探长有什么高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让劫匪将金条装上车，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在城外干掉他们，至于伤亡也要比在这里小得多。银行里边有人出来了。变戏法的，我问你，刚刚七爷跟你说了什么？我们就是喝了点酒，聊了会儿天。
喝酒，聊天。喝酒，聊天。你干什么？自从遇见你们两个，破事儿就不断发生，一会儿拿个炸弹吓唬人，一会儿装神弄鬼耽误我们时间，真不知道七爷怎么想的，到现在还留着你俩的命。青烟，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也特别紧张，但是现在投降，你们至少还能保住性命。七爷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才会孤身一人出去谈判。你不要坏了他的事，更不要做超出他预料之外的事情。说的好像你很了解七爷，也很了解我们一样。我不了解七爷，但是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曾经是大户人家的童养媳，之后被唐帮掳走，你的家人被唐帮所害。多年后有人在外省的一桩劫案现场认出了你，你加入唐帮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你把这当作重来一次的机会不好吗？你看过我的资料，所以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了，是吗？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户人家的老爷用烟管烫出来的。我的身上还有好几处这样的伤，我被卖到他们家，名义上是给他六岁的儿子做童养媳，实际上我进他们家的第一天我就被他玷污了。他们一家人折磨我，侮辱我，我好几次想逃都被抓了回来，直到七爷遇见我，他杀了那个侮辱我的男人，把我收在麾下。你可以问问在场所有的兄弟，七爷对他们哪个不是恩重如山？所以收起你劝降的那一套吧，我们唐帮可不是你随便几句话就吓得缴械的乌合之众。现在我说完了，该你了。我，对，我是唐帮唯一的女性，原因你已经知道了，现在该你来分享一下，你这么白净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跑去做警察。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个职业选择罢了。我可不信，你年纪也不大，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腿早就吓得跟那个汪经理一样了。我们干一票那可是花天酒地花个十年，你做警察一个月有几个钱啊？来跟我说说，你到底隐藏了什么？没有。哎，玩那么大吗？你不是算命的吗？那就给自己算算，第几枪能打爆你的脑袋？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不是一个算……不是第一枪，第二发。住手！我可能活不过三十岁。什么意思？我可能活不到三十岁。陈医生，哎，在。你听说过亨廷顿舞蹈症吗？啊，知道知道。给这位女士解释一下。啊，好的好的。那是一种近代发现的很罕见的家族遗传病，这种病症通过血液遗传，致死率100%。你患了绝症？我可能患着绝症。病症在25岁之前不会发作，也无法检测。如果家族中有人遗传这种病，病症大约在25岁以后才会显露，遗传给下一代的几率是50%。我父亲因为这种病而死，所以我有一半的几率活不到30岁。所以你可能会短命。
那这跟你当警察又有什么关系啊？意义。意义。这种病发作以后，人会渐渐丧失行动的能力、语言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最后就会像行尸走肉一样躺在床上，默默地等死。我眼看着我父亲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父亲死后，我发现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渴望。如果我被确诊了，那就痛快了，我只要享受日后的生活就好。可最折磨我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因为不确定，我不敢坦然的去活；因为不确定，我不能从容的去死；因为不确定，我连去爱的勇气都没有。既然知道答案前，人生无法有趣，那至少，我要让它活得有意义一些。当警察，真的说不准哪天我出门上班就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这倒挺适合现在的我，与其浑浑噩噩的荒度人生，等待那个未知的死亡通知单，倒不如让我自己去选择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帮助我认为应该帮助的人，让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这就是我能选择的路，也是我未来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你命不错。我可不这么认为。你是外面带队的？我是白大帅的副官肖镇，你就是这次银行劫案的主谋，怎么称呼？唐七。看到你们，我真是不服老不行，怎么现在管事的都是一帮毛头小子呢？年纪大了，就应该在家赏花养鸟，出来给人添什么麻烦呀？也不知道唐七爷有没有子嗣，这次怕是要出堂发引，披麻戴孝了。年轻人，嘴上说话不积德呀。我没有把你就地正法，已经算积德了。我要是你可不这么做啊。为什么？我死容易，可银行里我的弟兄们不答应。这次为防万一，出来带了几捆炸药，现在都放在地下金库。你说白家军的军饷要是被炸得粉碎，萧副官，你不好交代吧？你到底想怎样？实话实说，这次我以为只是寻常的一笔买卖，没想到捅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黄金原数奉还，我们现在只想全身而退。那好说，叫你的兄弟带着炸药出来，以后的事我们都好商量。就这么简单？谁不知道白家军一向行事狠辣，要论手黑，我们唐帮可比不过你们的军队啊，所以我要个保障。讲。我们带上黄金，在白家军的护送下出城，城外运河上有我们唐帮的船，待所有人安全上了船以后，黄金原数奉还。笑话，我为什么要让你出城？在这儿抓你，瓮中捉鳖。萧副官，如果你真这么固执，那也好办，你攻我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唐帮的每一个弟兄至少可以带走你们三个白家兵。不信你可以试试，到时候人财两空，萧副官军衔不保吧。好，爽快。唐七，你们可以走，但人质得留下。我要他们也无用，关探长，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萧副官，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你明明不可能让唐邦全身而退，为何还答应得如此爽快？关探长应该感谢我才对，人质得以安全释放，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市中心的攻坚战了。接下来的事就不劳烦江城警方。大当家，叫大家准备好了。是。七爷的命令，他出城前金库里的人质不准放出。八位的密码只有我清楚，谁要敢轻举妄动的话，就等着人质饿死在金库里吧。你不逃吗？吃牢饭的事儿我早就习惯了，为了七爷这条命给你们也不算什么。有些事儿总得有人要去做。是啊，总有人要去做。唐七，别找了，你撤离的船已经让我炸毁了。白大帅有令，施一批军饷事项，损我军威实大。挑衅白家军者，杀无赦。你尽可以把两艘货车都炸了，我会让我的手下全力回收黄金。毕竟，真金不怕我炼。可惜啊，这儿就是你唐邦的终结处了。白梦海果然好手段，我唐七佩服。不想死的还不逃命？等我，快！差不多了吧？萧副官，帮我给白梦海捎句话。这年头花钱买枪买炮，杀的都是自己同胞，不如花钱买个酒，搂个姑娘痛快。这批黄金，我唐七带到地府里快活了。唐七！让！
让一下，麻烦让一下。方医生，他怎么样了？还算好，他体质不错，意志也很坚定，算是撑过来了。不过，还需要好好休养。谢谢医生。我去给你喊医生。不用了，别走，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就好。对不起，还要你来保护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伤。对了，最后怎么样了？那帮劫匪抓到了吗？那么，找回来多少？现在还有人在负责回收工作，大部分的金块都被冲击力冲到了江中，最后能回收的可能不到三成。这次事件是我处理不当，王大帅责罚。吃早饭吧，你的饭要凉了。孩儿吃好了，带他离席吧。小果，咱们先走吧。嗯。腾腾怎么样啊？很好。很好吗？蠢货！我问你，这一桌早餐多少钱？白家军一天两饷多少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呀、啊？就这么一帮草寇，居然在你的眼皮底下，把我的军饷全部扔到了江里！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居然让他们跑了一半，跑了一半！爹。萧营长为我们白家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爹，子陵死后，我身边还缺一个副官。让这种草包保护你，为爹不放心。萧营长，你能保护好我吗？萧某愿为白小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爹，你听，萧营长他答应的多好。你这孩子呀，真拿你没办法。
把头抬起来。对不起各位，是我疏忽了。我应该在进入银行后查看所有角落。你也是太过于担心我们的安危，影响了你的判断，这不怪你。只是本来寄希望于唐帮内部可以获得点关于吴楚的消息，现在看来，最后一条线索也没了。就是啊，关哥，这从结果上看，唐帮老大这么一死，整个唐帮都覆灭了，人质也获救了，这不挺好的吗？你们真觉得那么简单吗？嗯，什么意思？在银行里，唐七爷曾无意中跟我透露过，他被人算计了。他应该是收到了一些错误的情报，他认为自己抢的是商会的物资，而不是白家的军饷。谁会这么干？不管是谁，他的目的都不应该只是剿灭唐帮那么简单。而且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唐帮控制现场的速度太快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每一个押运者和保安的位置以及人数。应该是有人提前透露了信息给他们，这个人有可能是银行的内部人员，也有可能是物资的押运者。押运者不是都已经死光了吗？除了袁不解，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了吗？霍东在案发的头一天已经到达了江城。霍教官，你现在应该在医院休息啊。没事，挨枪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不喜欢打着，而且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你们在聊关于结案的事情吧？对。我怀疑你就是唐帮的内应。袁不解。陈思，没事。袁不解，你接着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你没有跟我们说真话。你说你昨天到的江城，实际上你前天就到了。你说的没错。你怎么知道的？霍东，别听他胡说。陈思，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有事情瞒着你。在押运这批物资来江城的前一天，我就已经到了江城。什么意思啊？我想提前找到你，可是我临阵退缩了。光哥，走。作为一个警探，我出生入死十多年，我自认为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有过亏欠。我来之前就下定了决心，这将是我作为警探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等任务结束后，我就递交辞呈，退出警队。我想为自己活一次，而第一步。这就是我提前来江城的原因。可是我太懦弱了，我都到你家楼下了，却又退缩了。我怕这么久没有见到你，你会变，你会拒绝我。可当今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发现你没有变，你还是那个吵着闹着要跟我学做警探的那个你。这次我从见到你第一眼就爱上你了，嫁给我好吗？你快躺好，别乱动。我听方医生说你被打断了几根肋骨，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吧。白小姐救命之恩，小某有失难忘。白小姐为什么笑？没什么，我就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觉得有些滑稽。我记得你还兼任全军的军体拳教官，对吗？对。这么说你武艺过人，可就是你这样一个武艺过人、正值壮年的男子，被我父亲打成这个样子，却丝毫没有反抗。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白小姐，我怎么敢反抗白大帅？对您来说，白大帅是父亲，可对我来说，白大帅是天，我怎么能跟天作对呢？也对，你怎么敢？这些年我父亲在我面前杀的人可不少，可不管这些人看起来再怎么强壮，在我父亲面前都像是一匹待宰的羔羊一样瑟瑟发抖。我很好奇，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有时连上床都需要被人搀扶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者吗？你们看着他就好像他身上挂着百万雄兵，手里面握着雷霆万钧之力一样。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个人脑子突然一空，回首打了他一拳，那会是怎么样的结果？白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有一天你看着我父亲的时候能像我一样，可以看到一个平凡的、有一些疲倦了的老人家。我父亲的白家军在江城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前，父亲他带着十数人，几杆枪就打下了这片家业。可之后呢？这几年，白家军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在江城这片弹丸之地，看着周围的军阀都不断壮大起来，可我父亲又在做什么？作为一个女儿，我爱着我的父亲，就像父亲爱着我一般。可作为白家的继承人，我实在是有些倦了。你呢？怎么了？毕竟是我工作的地方，有点儿不太合适吧？你是害怕被我父亲的人看到，然后枪毙你啊，傻瓜！不是的，林夕，我其实一点都不害怕大帅知道我们的关系，甚至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直面白大帅坦白这一切，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只是这样。林夕，
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你是在跟我求婚吗？在这儿？不，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正式提出的。只是我觉得，你似乎并不渴望婚姻。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方德胜，你为什么要娶我？家里的衣服没人洗啊？还是说，想让我给你们方家生一个大胖小子？或者是说，你贪恋我们白家的财产，想要做一个乘龙快婿啊？你要这么说，就真的伤到我了。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方德胜，你还真是让我看到了你无趣的那一面。老实跟你说，我不想要做什么知名医生的妻子，就像我不要做白大帅的千金小姐一样。我要做白灵犀，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受制于任何人，独一无二的白灵犀。我不否认，我很喜欢你的单纯，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是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如果有一天，你让我发现你和周围的所有人一样让我感到厌烦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你要记住哦，你是我的，但你永远别想拥有。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很快就会知道了。放那儿。嗯。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自然哥，你觉得陈姐跟霍东会不会就这么私奔了，一去不复还了？我只知道，这位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昨夜的2点到4点，死因是溺水。体内酒精含量过高，至于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可回答不出来了。哎，子仁哥，其实我觉得陈姐走不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留她。哎，你说谁？袁母姐啊。为什么？我觉得袁母姐一直惦记着咱们陈姐。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这种东西啊，很微妙的。你看啊，袁母姐老赖在警局不走，对不对？她说要办自己当年的案子，但其实她把别的案子也都一起办了，这就很奇怪了。你想，她这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怎么会去管别人的死活呢？我就想，她是图什么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哎，你继续。他就是想在陈姐面前表现他自己啊，但现在不好办了，杀出这么强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本来啊，我觉得袁不姐最大的竞争对手会是咱们关哥。关云奇？对啊，我觉得关哥对陈姐也是有意思的。你别看他平时总是板着个脸啊，我隔了他这么长时间，我心里很清楚的。就像我说的那样，
很微妙。霍东、袁不解、关云奇都喜欢陈四。对啊，陈姐多漂亮，多优秀啊。那照你这么说，警局有很多人都喜欢陈四，那我是不是也喜欢他？我觉得有点很微妙的，真的。对不起，我不能收下这个，而且我也没办法立刻给你答案。没关系。我会坐今天的火车离开江城。今天午夜我会在车站等你，如果你想好了就来找我。谁？我可以进去坐坐吗？偶尔喝点水，害不死你。你这儿就一把椅子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坐。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是吗？我答应过你，把荣木俊彦惨案的真凶给抓出来。在这之前，我不会离开江城的。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来的？其实现在，江城警局已经开始注意到面具人了。如果我要入梦，我可以找别人来帮我呀，比如说关云奇。最起码现在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完全的草包。你跟他一起入梦，那倒挺有趣的。哼，袁不解，之前在银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好，我知道。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副混蛋的样子。嗯，我不反驳。但至少对你，我是感激的。如果不是你把我从阁楼里拽出来，我现在可能已经腐烂在那个没人知道的角落了。你知道，我一走进你的房间，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一个除了工作以外完全没有私人生活的人，而这份工作
并不那么让人好受。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你突然扔掉了这一切，你主动背上的包袱，而选择去过你想过的生活的时候，我会鼓着掌，看着你的背影。所以，你是劝我走的？我是来请求你留下的，但不是因为我的案子，而是别的原因。你来了，我来了。袁不起，你来干什么？霍探长，我是来给你解梦的。解梦？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在江城银行你中枪后，为了得到后四位密码，我和陈思入过你的梦。确实，在我昏迷的时候，隐约看到了一些过去的画面。不过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在进入江城银行的时候，你提到了关于卧底的事。我们在梦境里看到了你和清河一起卧底的一段时光。陈思，火车就要开了。在那段记忆里，你和清河一起卧底。在处决一名少年时，你犹豫不决，清河替你开了枪，之后他就性情大变，一步步走向堕落，甚至还想拉你干一些非法的勾当。出于自卫，你不得不开枪打死了他，对吗？袁先生，这些都是不好的回忆，我不知道袁先生你把它翻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梦中，你持枪与清河对峙时，是左手持枪。但是霍东，为什么你的枪套别在右边？霍东，你从来都是右手持枪的。人在生死存亡那一刻，本能做出的应激反应，为什么不是惯用手持枪呢？清河是左撇子，但是枪杀少年时，他却是右手持枪。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真正杀死那名少年的人是你。最近做事情怎么婆婆妈妈的？同理，因为卧底而失去了心性，最后拔枪面对挚友的那个人也是你。可然后呢？他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们，这是条无法回头的路。霍总，我们是警察。不过这说不通。以我多年解梦师的经验，通常人在梦境中是不可能撒谎的，除非他连自己都骗了。我以为我很了解他，可没想到他居然堕落成这个样子。他杀人、放火、抽大烟、玩女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居然掏枪指向了我，我迫不得已拔枪自卫。你知道，我拿枪指向他的时候多艰难吗？在杀死清河后，良心上你没法面对这个事实。就连你递给警局的报告，也写的是清河先打算杀你。你不断的在脑中重复这个谎言，渐渐的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叛变警局的人是清河。
陈思，这只是一个梦。如果按照这套推理往下想，那梦中的清河，也就是你，说自己想到了一个办法，准备要大干一票这件事，似乎和江城银行的劫案就能联系在一起了。我正在策划干一票大的，一了百了。在银行里，唐七爷曾无意中透露过，他收到了一个错误的情报才来到这儿的，他怀疑自己被人利用了。现在看来，他是对的。霍东，我们抓到汪狗了。站住！站住！别动！别动！你提前一天到了江城的码头，不是为了见陈思，是来见汪狗的。你就是汪狗。唐七爷在江边把两车黄金炸上了天，之后白家军进行回收，发现能找到的残骸非常少，只有原黄金量的两三成。他们认为是河水冲走了黄金，但他们错了。我猜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黄金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江城银行的金库。你之前告诉我说，除了这一路以外，还有其余两路运往江城，所以黄金一定在其中一路上，对吧？你和汪狗的计划是先由你押运这些掺了假的黄金到达江城银行的金库，再让汪狗带上他提前收买过的鉴定师进行鉴定，最后由唐帮把黄金全部劫走。这一切本该是在军队到达之前完成的，但是你因为保护我出了意外。陈思，后四位密码没能及时给到唐邦，所以唐邦没能在白家军到达之前及时撤离。看来这趟车不会开了。我们已经把车上的人都疏散了。我以为炸掉那些黄金是老天在帮我，可没想到给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运送剩余黄金的车今晚想离开江城是办不到了。别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陈思，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我卧底三年，我被迫吸大烟、杀人，我坏事做尽，我为的就是将金刀会彻底剿灭。可结果呢？我收集了那么多证据，我交给了警察局，交给了法院，可他凭借跟上层的关系判了两年。两年比老子跟他混的时间还短。陈思，这世道完了，没有什么公理公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霍东，真是讽刺，没想到
在你面前下跪了两次。我想问你，如果你不知道今天的事，今晚此地，我能等到你吗？你还记得我教你的，犯人如果拒捕，你应该怎么办？这种事我来做就好。听说你要申请去外地做警探，为什么？对不起，教官，我其实仔细的想过了，我不能永远在你的保护下成长，所以想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真实世界的样子。你真的认为我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只是单单因为你的能力吗？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为什么？也许以后我会告诉你的，但是现在的我没办法回答你。我需要时间来获取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之前，就不能跟我说说吗？陈思，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你那个答案，你能好好的回应我吗？嗯，我答应你。陈思，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你。我不能收下这个，而且我也没办法立刻给你答案。岳不杰，你别跟着我。你高兴了吧？你很得意是不是？我不走了，我留下来了，我们可以继续查案了。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你赢了，你说的对，这世界上没有一片雪花是干净的，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坚守，没有什么非黑即白。我之前就是个蠢货，是个白痴。你满意了吧？再黑的天，星星也会把它照亮，而你是最亮的那一颗。陈思，别让黑暗吞噬你。
救了很多人，也许也包括我。他真好，你会因为他而忘了我吗？你为什么在这儿睡觉啊？嗯，为什么在这儿睡觉啊？我怎么知道？就像我说的，五天前的江城银行大劫案，我们警方与军方密切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救了全部的人质，并且击毙了唐帮的匪首唐七等多名犯罪分子。这次行动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我在现场指挥调度。不好意思啊，薛局长，当日我也在现场，
为什么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总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始终在最关键的时间点做出最正确的指令。你打算什么时候拍照啊？我大概想到了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这是我和市长合影的照片，在这就行。嗯，这个不着急。我想问一下，这次结案的事后，我们警方准备怎么处理？唐帮的多名余党还在潜逃，不是吗？唐七一死，他们不过是些无头苍蝇罢了。铁窗生涯一定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哎，我觉得这句不错，你记下来。据我所知，这次结案主谋另有其人，是鄂城的警探霍东。唐帮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我说的对吗？这件事情我们警局和鄂城警方还没有对外宣布，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薛局长，我是干什么的？有点小道消息，很正常。王彬彬对吧？我可提醒你，警方尚在调查中的案子，你们可不要乱写啊！之前邵凡案，我们警局和日报还有些事情没了呢。还有，如果给你这些消息的是我们警局内部的人，这些人是要被开除警队的，你知道吗？我们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消息比别的报社来得快了一点。这样，我们来照相吧。来吧，来，您这身制服啊，等上了报纸头条，一定很不错。我今早特地让我内人给我烫了一下。哦，还有一个问题，啊，陈思探长是刚刚来到我们江城的警探，对吗？是。可是他一上任就破了几桩大案子，我听说除了他有勇有谋、行事果断以外，还因为他请到了特殊的顾问袁不解先生，对破案帮助颇大，是这样吗？也就那样吧。哦，对了，陈探长和袁不解先生在警局吗？我也想采访一下他们。他们今天休假，今天不是过节吗？走啊！都中午了。我是不是应该给我这阁楼加把锁呀？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你这门都快被虫蛀成粉了。也对。这两天怎么没来警局啊？印象里，警队好像不发我工资吧？也对。你怎么样了？我没事儿。真的吗？去哪儿啊？去过节。别闹了，哎，别闹了，把东西放回来。哎，陈姐，袁大哥，你们来了，端午节快乐。你们几个别闹了，快过去帮忙。别看我啊，快来，豆子叫你来过节的，不是我。我来帮你。哥，这来了个捡破烂。别乱说，叫袁大哥。记不住，哥哥说了，人再穷，出门也得穿戴整齐。小孩子不懂事儿。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破衣服，这是魔术服。知道魔术吗？穿这种衣服的人是会变魔术的。你骗人，我不信。你给我变一个看看。好啊，那我就把你这耳朵变没啊。对不起，别吓唬小孩。嗯，那我给你变个简单的。嗯，豆子，你家有没有纸？哦，有。嗯，袁大哥。嗯。哎，看好了啊，变了啊。这是什么？哎呀！哼！你是怎么做到的？能教教我吗？哎，我不教，我是捡破烂的，我才不教你呢！不教，不会，不会。你教教我吗？哎，
跟他快过来啊！过来，你们拍啊！袁木姐，过来一起吧。是啊，过来嘛！快啊！来嘛！快点！快点！珊珊，你别扯袁大哥衣服了，快快让袁大哥站好，我们一起照相。别玩了，快躺下了，我们。快把被子盖上。你们要不听话的话，哥哥生气了。快睡觉。珊珊，你们两个快躺下。你看他们三个多乖，嗯，真乖。往里边躺点。豆子的父母，几年前打仗，他的父亲被拉去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他的母亲在生他最小的一个妹妹的时候，大出血走了。这么多年都是豆子一个人辛辛苦苦的照顾大家。他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这么多张嘴，多难。我和警局的几个同事知道这些消息之后，都在商量着每个月凑些钱给他贴补家用，但他怎么都不收。是的。后来就每个月经常来看看，带一些粮米油盐，至少派得上用场。哎，对不起啊，我觉得那样的氛围不太适合我，怕扫了你们的兴，就先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哪怕一点点的幸福感，自己都不配拥有？幸福。你觉得，在大过节的时候让孩子们吃点好吃的就是幸福了？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了吗，陈思？他们在挨饿。对，他们现在是笑得出来，可当他们再长大一点，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么残酷的世界里。你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凭自己努力改变命运、脱离贫寒的几率有多大呀？码头上的搬运工，战场上的炮灰，那些都是他们的宿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我对这种虚伪的幸福一点兴趣都没有。袁不起，如果你觉得像你这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特别真实的话，那你错了。其实在我这儿，你是虚伪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已经完蛋了，如果你觉得除了复仇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那你为什么要帮武芳芳？为什么要入少凡的梦，去找小虎和小果的下落？又为什么要在霍东死后抱着我？如果你真的觉得世界很黑暗，你不想往前走了，那你就抓着我的手，我会帮助你，就像你帮助我一样。
行，我做不到。谁啊？爹，是我。进来吧。你去给我煮一碗莲子羹。好。爹，您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没事。您最近经常做噩梦，会在半夜惊醒，而且还盗汗。我知道军中事务繁忙，但是您也不要过于操劳了。不如这样，过几日我带您去城南的人中堂去抓几副药，好好调理一下，怎么样？我说过了，我没事。好了，你去休息吧啊。那爹你也好好休息。嗯。王先生在吗？王先生，邻居投诉，说你屋子里传出来一股怪味儿。你在不在？要是在，就说一声。要不我可进去了啊。怎么样了，此人？除了头部的烧伤之外，身上没有其他的明显外伤，没有挣扎过或者被捆绑过的痕迹。那怎么可能啊？他总不能是自己把刀伸进去，直到被烧死吧？毒，这个有可能。我会把尸体带回去，做一下毒性检测。你什么都测不出来。死者王福，无业，曾经是一名狱警，在鬼山监狱就职。鬼山监狱？资料上面显示，他就职的是江城曾经使用的老鬼山监狱。十几年前，那里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多数人都被烧死了，幸存者6到7名，王福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鬼山监狱是另址新造的。王福在大火之后去了外省，似乎做了些生意，赚了点小钱。回到江城之后，花天酒地一番，沾上了毒瘾，才落得如今这个下场。他到底想干什么？沈子凌、王福，这两个人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处处落后于他？会不会他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神经病？杀人啊，就没什么理由。
不可能，他肯定在谋划着什么。从三年前的如梦剧院，到现在神子岭王府，他们之间肯定以某种我们没有发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到底在谋划什么？我怕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知道吗？袁先生，袁先生，借一步说话。萧大副官，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白大帅的副官了，白灵溪小姐邀请袁先生今天晚上共赴晚宴，特派属下前来通知。转告白小姐，我忙，没时间见她。白灵溪小姐说了，如果袁先生不愿意去，那就送给袁先生一个小礼物。袁先生收到之后，定会欣然同往。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派车到您家接你。袁木姐，你跟我过来一下。袁木姐，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又跟白家扯上关系了？如果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信吗？盒子里面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如果你对我有任何隐瞒的话，那又怎么样呢？等我多问了。白小姐，袁先生到了。袁先生，请坐。是不是感到很意外？有点儿。你以为我会邀请你到某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共进晚餐？对待别人来说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把你约到这儿，我最喜欢的地方。白小姐，菜出锅了。
辛苦你了，吴叔。袁先生，你知道这江城最好的厨子在哪儿吗？就在你眼前。哎，白小姐，您太抬举我了。吴叔是我们白家军的第一掌勺，小的时候父亲带我来军营吃饭，我第一次吃到他用大锅炒出的这个酱爆三丁，那个味道我至今难忘。从此之后啊，我就经常嚷着让父亲带我来这里吃饭，为的就是吃到吴叔烧的菜。那既然白小姐那么喜欢，直接烧到府上多好啊。那可不行啊，这行军餐啊，一离开军队里的锅，军队里的火，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几道菜啊？口味很重要，我想环境应该也很重要吧。袁先生，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该开始了。准备举枪。你听，这是我军在操练的声音。袁先生，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里了吧？白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你这儿的东西不符合我的胃口。我现在已经陪你吃过饭了，如果你还不打算直接告诉我你的意图，我就告辞了。袁先生这么着急走吗？着急回警局查案啊？还是说想要马上见到那个和你朝夕相处的陈探长？我可以和你一起啊，顺便向陈探长透露一下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一位唐帮残党吴楚的下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派人跟着我的？从我迷上你之后。白小姐挺爱开玩笑啊。袁不解，那日你入我梦境，我就知道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像你把我看得这般透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迷上你了。但是那天我也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一直以为在你梦中出现的那只你心目中的猛兽是白大帅，你只是一个寄身于强者身下的弱者而已。但现在看来我错了。那个猛兽不是白大帅，是你。袁不解，看看这地图，我白家军背靠天险，面对中原，天时地利人和占尽。集团军现在面对外患应接不暇，正是我军壮大的最好时机。可你看看我父亲在做什么？这些年来，他手里面握着这块弹丸之地，固步自封。眼看着周围那群虎狼做大做强，难道我白家军的命运就是甘愿做这江城的地头蛇吗？袁不解，爹老了，吃得越来越少。我不一样，现在正是我胃口最好的时候。
说下去。数十年前，我爹他只手创立白家军，靠的是什么？勇武、谋略，都不是。我白家军在创立之初，就能给得出别的军阀给不起的军饷，配得上别的军阀配不起的枪支。每时隔半年，就会有一笔来路不明的军饷运入江城，以维持军队庞大的开支。数日前，你们不是刚刚接触过一笔吗？掌握了这笔钱，就掌握了白家军的命脉。只不过这笔军饷一直被我父亲最亲密的亲信掌控着，这么多年我一直无法一探究竟，直到我遇到了你。进来。林夕，我不急。德生，快进来。袁先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德生正在交往。林夕，你不是说？是你希望早一点公开我们的恋情的，那就让袁先生做第一个知道的人吧。我不是一直说想要感谢袁先生吗？如果要不是袁先生，我可能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你这个没用的家伙也治不好我。那自然是要感谢了。抱歉啊，不姐，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你知道这件事。没事儿，今天我已经很习惯惊喜了。严先生，你知道德生手上拿的是什么吗？胶片放映机。没错，是德生说想让我们白家军每周都能看一场电影。没有，是林夕说他想为军队的文娱生活做一些贡献，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你还没吃东西吧？坐下来一起吃。好。其实呢，我请袁先生来这吃这顿饭，是为了想要感谢他，还有，也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刚刚说到这儿。是吗？袁先生，实不相瞒，最近我父亲他总是休息不好，在半夜常常会被噩梦惊醒，所以呢，我知道袁先生你精通入梦之术，想请您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我家，利用您的本领帮我父亲驱赶梦魇，也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让我也知道我爹爹的脑子里面平时都在想些什么。不知道袁先生可否愿意帮我这个忙呢？嗯，我既然已经坐在这儿吃了这顿饭了，怕是也没有什么拒绝的权利了吧。那真是太好了。不姐，又给你添麻烦了。这个放映机看起来挺有趣的。我呢会教会播放员他的操作方式，同时呢也会提醒他们谨慎使用，因为胶片是易燃的，如果引起不必要的火灾的话就太不值当了。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用火柴点燃东西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柴房给点着了。你怎么那么淘气啊？你知道我当时看着燃烧的柴房时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吗？什么？德生，
你等我一下。袁先生，认识你，我真的很开心。将白家军送到我手上，否则我就毁了你。林夕，你跟袁先生说的什么呀？秘密。为什么我最近总能梦见你？你不想见我吗？你不是真的。又有什么是真的？真实，不就是你极力想去逃避的东西吗？
界，我明白这一切不存在，梦境中冲破漆黑与白，快来伸手触摸这色彩。